是现在应该熟了吧？你看都已经被鸟吃了，这些都是被鸟吃过的。但是这个桑葚的品种不是很甜，就是我这样往下拉，它拉不下来，就说明还没有很熟。像这种干的把它丢了，不要了。像这样拉不下来，就说明没有很熟。但我还是给它拉下来了，因为你不拉也要被鸟吃光了。这次我真的睡着了，这个枝条都垂弯了，已经变全黑了。其实完全成熟的桑葚是稍微碰一下就掉下来了，那才甜。然后这个是白桑葚，这个超甜。这几颗都还是鲜红的，鲜红的就没有成熟。这个很好，完美。这里还有两个桑葚，踩不动的就不要了。像这种都是被鸟吃了，剩下来的。